我的第一双伯肯是牛皮硬底的 Boston， 那记得是我大二的时候我第一次卖出木雕作品，手头比较宽裕，可以买自己梦寐以求的鞋子。我认为创作跟人生的经验是很紧密的，会在漫长的旅程中遇见很多不同的风景啊，还有故事。我的作品经常是以小人物构成场景，有点像是童话中的角色，去搭配不同的衣着配件，然后去带出这些角色的性格。我觉得伯肯是一个很好的创作和旅行的伙伴，他陪我度过了很多个熬夜创作的夜晚，也陪我到国外看见了许多不同的风景，遇见不同的人。我觉得它非常的耐穿，穿了很多年之后，上面留下了许多的痕迹。我觉得那些痕迹都是陪我经历过很多故事的见证。